十分，十分的圆满，哦，就是十分的功德，哦。啊，有当时，保安甲我讲哦，保安嘛真害怕啦，因为保安甲叫人讲爱度人，因为保安知影讲度人的功德，度人的乐趣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哦，老师嘛咧赞叹讲，为何无人要宣扬？哦，啊，拢无人要帮老师去度人啦，哦。哦，来第二段，想起咱啊遮挑剔，得到毋知爱修行，哦，为着顾环境，才来耽误性，为利为名贪机油，毋知爱反省，等待成泡影，才知一切命注定，赶紧回头来修行，啊，不知迷迷误前程。哦，想起咱那只条鱼，安怎条鱼？得到阁唔知爱收入，哦，你有这点宝啊，阁唔知安怎善用这点宝，安尼有条鱼无？有条鱼无？你有钱，上比如讲上天让你一千万，啊，你一千万拢袂晓好好啊去用，啊，当作纸，啊，放伊伫你个厝里，啊，拢无咧用，安尼有条鱼无？那欠钱呀！这爱用法律作用，欠的那是钱，啊，无那是纸尔啦。甘是，那钱有买卖，有挪用，那那算钱啦。啊，无用着那算啥？纸尔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咱得到要修行，安怎修行？哎，各位恁敢有请客啊？没请客，有。各位姐妹，你敢讲清靠啊？有清靠，清靠，微博。啊，你敢知爱修行？无。咱其实话讲啊，你也有要修行吼，清靠是第一站。第一件你就是爱清靠，是啊，咱要清靠。哦，比如讲咱吼，讲食三顿吼，各有通匠心结体结缘啦吼。因为无法以前拢讲吼啊。你吃一个鸡腿便当，哦，鸡腿的便当啦，哦，敢是还有一只鸡啊无腿，敢是，啊无一只腿要从底来，哦，啊你要吃一个鸡腿便当，敢是就爱害一只鸡啊无生命，无到迄只鸡啊，我独自卡起来，互你煮煮啊，啊你另外一只卡要慢慢来，搁我多摕，无可能啦，哦，啊所以咱吃一个鸡腿便当就是。一只鸡啊，无性命，咱敢是含伊结一个缘缘。啊，结这个缘缘，咱来世敢来行啦？敢来？爱啦！敢有讲恁爸爸要一支腿互人，一支脚腿互人，无要人讨得来？哦，所以佛法讲哦，咱若知影讲得到爱修行，勤靠第一站，哦，真正爱勤靠啦。啊，无这个缘吼，愈教愈济，你敢行得了？真正行得了。哦，所以咱若真正讲，无要遐条命啦吼，得到这个三宝，得到这个道，啊，要爱修行，吼，咱真正爱赶紧勤靠。真正勤靠吼，真正对身体，哦，真正做方便的，真正真好啦。哦，只是讲你。阿袂清透，唔知影讲清透的好处啦。哦，因为何阿妈有倒一个前缘吼，伊早吼，做足大，啊，三顿吼，头尾拢站餐厅啦，拢去餐厅食到足好，食到迄个心脏吼，迄血管拢塌掉的啦，啊，三高啦，啥物话有诶无诶，啊，开过心脏啦吼。哦，啊，有一个，吼，我何汉嘛求伊来叫请，道伊来求道，哦，啊，因为何汉嘛，他讲嘛讲，浅浅你也无情感吼，你可能两面两字啊。哦啊，有当时吼，即种人吼，有一挂人吼，惊死啦，哦，伊存足侪钱吼，伊也死去，伊就无哪个开啊哩。哦，所以我话吼，用心计较，甲设计嘛，讲，你也要紧，赶紧请到吼，
你念伊会翘起。Oh, 因为伊三顿拢食足够，拢去占餐厅，哦，啊，人固存啥物话，迄心脏开过一届啦，搁存啥物心导管啊，啥物话有诶无诶，哦，啊，好惊人拢惊死你，哦，啊，就安尼啦，较细个啦吼，诶，啊，真正吼，有钱人真正惊死，真正伊效果发来清靠啦，哦，啊，清靠了后吼，哦，伊还讲吼，伊诶三高拢无去呢，哦，哦，而且吼，搁再讲一句。伊个人吼，总爱调皮，啊，搁爱水，啊，搁爱迄落个。伊讲吼，我即卖老的肝吼，我即卖老的肝啦吼，拢是烫的呢，是臭的呢。啊，你是食饭真够好。哦哦。啊，互你身体健康，吼，啊，你身躯老的肝，讲伊阿公伊老的肝是烫的啦，袂像以前遐尔那臭啦。哦。哎，我来讲，安尼修行吼，真正吼爱勤靠啦，啊勤靠吼，真正对咱的身体是好的。哦，有当时讲咱去想着讲，咱的喙齿、咱的人体的构造吼，咱的肠啊、足肠，毋是迄个好嘛，迄个好啦、巴啦、西啦，哦，因咧肠啊一块啊，所以因食迄巴吼，因留因的身躯的时间较短。哦，迄巴吼，你也当时囥落。无囥到冰箱，还囥到嘞吼，迄粒伊臭去嘞，嗯，敢是粒伊臭去？是啊，哦，懂。啊，所以吼，迄种物件囥伫咱个身躯内底，哦，啊，所以咱，不过咱人个肠啊是足长嘞，足长啊，留足久个时阵，伊嘛是可能会臭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咱咧修行诶，好啊，真正爱鼓励咱大家，真正爱赶紧勤靠，因为你勤靠吼。我拢感觉讲，你也无清靠吼，你是老福啦。老掉。嗯。哦，因为你有做功德，啊，不过你搁含人结恶缘，啊，敢是有功德，啊，搁无清靠，啊，搁迄福搁老去。老。敢是？啊，你两是。哦，一滩水。哦，即有破空，啊，即桶水有水在流，哦，啊，你即无补起来，水敢流会滴？无法通，无法通。哦，啊，所以咱清靠就是要甲即补即空，把即空补好滴，就无留福啊。无留福就是讲你去做的功德拢是真的，拢是你的，哦。为着顾完成，才来耽误事；为利为名贪利益，唔知爱反省，等待心泡影，才知一切命注定，赶紧回头来修行。哦，真正，咱拢讲咱咱啊。双修啦吼，善加烦都双修啦吼。啊，不过十五条佛规有一条啥呢？重性轻烦。哦，有一条重性轻烦啦吼，善较重要，啊烦减的啦。先做先啦，烦嘛体啊！哦，这信业甲烦业，这是一个天平啊！吼，哦，啊，咱爱看到这个信业还是烦业？是啊。哦，咱若看到信业，咱以后就做信人啦。哦，啊，咱若看到烦业，咱就是。凡人啦，哦，一般的人啦，哦，一般，哦，啊，因为咱来修行哦，咱拢有一个教，哦，咱拢是人，咱是当哪心性心现，敢对？是，哦，爱心性心现嘛，吼，哦，啊，因为吼，一般的人哦，拢着过三顿啦，哦，啊，惊离世
济，然后有够济。哦，啊，拄仔咱迄个江苏有讲，哦，讲等我起一栋楼，我厝个啦吼，等阮囝迄落迄个啦吼，等上天敢有咧等啦？上天敢有咧等你？无啦吼，等到等无啦吼，哦。为着各方真正来谈，我是为你为名谈利益啦吼。是讲实在讲，这是有当时讲咱咧人世间就是名利两条船啦吼，为人顾名，为人顾利啦吼。啊，这敢是拢是真的？嗯。哦，像讲个一千万来一亿万啦，啊，放伫仓库内面啦，啊，无去啊用，迄敢是纸尔？纸尔啦。哦，啊，为着要赚足侪足侪足侪纸。啊，耽误你的信仰哦，安尼讲是足可惜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有智慧啦，哦，就是爱有信嘛有还，哦，看你是要信仰65%，哦，还业35%，哦，安尼嘛是真个较重啦，哦，以后嘛是信任啦，哦，啊呀，50%。50%就是一半啦。哦，啊，其实哦，有当时讲，咱人哦，会当心性心田哦，哦，真实啊吼，专注哦，咱有一个三省的功夫啦吼，无日三省吾身。有了三省。哦，三省。哦。三省。咱人哦，唯一哦。有咧修行啊，你也真正有要修行的啦，你爱发达日吼，要困进前啦吼，也是讲治疗时种吼，爱做三项反省的功夫。哦，这三项反省的功夫是啥？对人某不忠乎？哦，这三省的功夫，三省的功夫吼，就是讲为人母忠夫吼。你帮人咧做工课吼，去公司上班做工课，赚人的钱，你敢有对头家尽忠？吼、哦，有头家时间到，还伊帮伊做工课，有迄个偷鸡摸狗，还是安怎啦？吼、哦，做了无工作实际吼。哦为人母忠夫吼，朋友交信夫吼，你含朋友咧交往，敢有做诚实的，有信用无？哦，敢有乌龙蛇刀？哎，讲讲青鬼红安尼，哦，啊来就是船媳妇，这个船是啥物货？哦，啥物货？老师传给你啥？传给你道。